刚刚在那个 check in 那里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我一直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回家。我觉得挺高兴的，我回到荣峰新山了。帅帅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六月。我跟你说我现在很兴奋又很紧张，因为我要准备回家了。2020的3月17号，就马来西亚宣布封国的前一天，我就进来了新加坡。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哎，天真的以为我只会待2个星期，了不起1个月，到现在我待了将近快2年没有回家。我现在呢要提早2个小时出门，因为我的 ART test 呢有一个情况是我没有办法把它 submit 到我的这个 safe travel 里面，因为我想要去认证的时候他一直告诉我说我的认证不成功，因为我必须要把我拿到的这个 ART 的报告，但必须是 .oa file， 然后上传到 notarize.gov.sg 那里去做一个认证。但是我的去的那个诊所他并没有提供我这个 .oa file， 他只有给我 email， 就是有讲说哦我什么时候去，然后是 negative， 然后跟我的简讯，还有当然 hard copy 我是有的，只是就是他所谓的这个 .oa file 是我没有的，所以我没有办法认证，所以我是有点担心这个情况。好不容易进来，刚刚在那个 check in 那里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我一直很害怕，我没有办法回家。嗯，我 check in 好了，拿到机票了，我要回家了。So yeah， 我进到这里了 ，check in 了，可以回家了。我要跟大家说，我现在要开始执行我的计划。他们是完全不知道我回来，所以我的朋友就会去我家载的他们两位。然后我现在呢就要打电话给我妈，跟她说我接下来有一个活动，就是需要到礼服，然后 H Gallery 这里会借我礼服，所以需要她帮我拿了，然后再帮我寄到新加坡。等一下过来拿礼服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你知道 serve 她一下，然后看她会不会认得我。好的，现在我已经变装了，待会就等我妈妈到，然后别人会带他们去那个位置，然后问他们要喝些什么，然后我就是去把水、饮料啊，还有热毛巾给递上，去看我妈妈可不可以认得出是我咯。好兴奋，我要看我妈妈了耶！ Yeah. 所以呢，我已经放了热毛巾，然后放了饮料，然后再放毛巾在她大腿上。现在我还认不出是我。因为化妆化到很老，70几岁，他想说很像是你，我说你怎么会认得到？因为你的声音，他说我妈跟我爸都没有认得我的声音耶。有他跟你走掉之后，他有这样看你一下，有在怀疑。在这边，不然就一起上来。他喜欢吃那种蛋糕，他有一点像月。可以，可是月嘛，真的嘞，你。
有啊，有点像啊。只是你可能盖住嘴巴哈、啊，盖住嘴巴有点像，是要跟妈妈讲。那再来那个，不会啊，那个比较美呢，不会啊，那个比较美呢。其实是我想喝了。二十号回来，好像一眨眼就过了。然后什么心情呢？其实还蛮不舍得的，因为毕竟回到家里是比较放松的感觉，然后回去感觉要为了你的工作冲刺。其实很多身边的朋友跟我讲，他们发现他们坐车回来的时候，巴士上的位置其实都没有满。因为现在的政策呢，就是你买了车位之后呢是不能转卖，所以我看到一些巴士公司他们就推出了说，如果你买了票然后不能回去的话，你可以就是退票，虽然说你没有办法拿回钱，可是你可以把这张重要的票呢让给一些需要急着回家的朋友。我现在是在等巴士，然后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走的时候记得准备好所有资料，包括 PQP。唉，分开家真的不容易，但是这是人生必经之路，加油。嗨，我回来新加坡了，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 like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通知，视频不漏看哦，拜拜。